这个剧组也太拼了吧！凌晨2点就开工了，一直拍到天光大亮。不要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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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是太敬业了，导演忍不住一定要亲自演示。 全部是实景实物拍摄，追求的就是一个真。怎么这么听话？快来一起身临其境的体验江南美景吧！品信阳毛尖，看清明奇妙游。